妈，虽然我去外边补课，你给我看一天猫吧。我把猫放在小屋里了，好吗？小奶奶替你看吧，我今天要出去办事。哎呦，奶奶不喜欢小动物。上星期让奶奶看，她把那猫拴在厕所里了，那绳子把猫腿都弄流血了。所以这星期我把秘密交给她了。再说奶奶是属耗子的，怕猫。那我还属小斑鱼的呢，更怕猫。哎呀，妈妈，你不可。主播，你的英语阶段测验过关了没有？哎呀，我不喜欢英语 ，sorry 的，舌头老伸不直。我爸也是，去什么美国？还说以后要带我去，等着吧，我去尼亚拉瓜也不去美国。喝不喝奶？我不喝。猪猪，妈，你说我爸离了婚，可我永远是您的，咱俩的关系是铁硬铁硬的，我身上流着您的血，想换也换不了。夫妻是什么？近的时候比谁都近，要说远呢，一点关系没有。你小孩子别净瞎想这些事儿啊，重要的是把你的英语搞上去。都快考高中了，我就担心你英语不行。妈，我爸昨天来信了，说过几天也回来，还说要给我带个后妈回来呢。这不很正常？那个女的是个老外，叫珍妮。联防，联防，联防！哎，来了！联防，等一下，来了！联防，联防！来了，等一下嘛！联防，你开门呐！来了。酒啊！我能不喝酒吗？我，我们怎么了？我们，村里的知青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个，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张月。他调卫生院，他凭什么呀？他，就剩我们两个了。他们都走了。小莫，擦把脸吧。莲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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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凡，您早。真早啊。您这副对子写的真好。啊，喜欢呢，那就拿去吧。还是您老自己留着吧。功劳。小莫要回来了，我还是搬出去住吧。你住你的啊，专心整理一案，谁来也甭管他，甭管他。您这副对子为什么单选了黄连厚朴两味药呢？那黄连厚朴那是两位看家的药，就跟居家过日子离不开萝卜白菜一样。我记得龚老太医在给光绪皇帝诊脉开方子的时候就同时用了这两味药。光绪34年5月初6，申13刻，瑜瑜仁寿殿为上请脉，其实太后亦在座。左尺脉沉迟，右关脉浮迟，脉15次一停。左尺脉沉迟，这肾虚的厉害。右尺脉浮迟。胃塞虚膨，这个皇上，先天肾水不足，后天脾胃失调，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也真难为了我老爹。陈池阴主，西医就当是肾炎症状。这样推断的话，光绪当年就患有肾小球肾炎，这个病要是搁今天也是个难缠的病症。脉搏15次一停，说明胃气将尽了。光绪的死期当在半年之内，先父在医案上记录下这一笔，是惠于帝王的威严，不便直言就是。既然如此，龚老太医为什么不补脾肾，而却用了黄连厚朴这种降心火、消胀泻满的药呢？先父这么用药，那恐怕是有他的难处吧。大伟，大伟，请来。大伟，跟你老岳父都说好了，没问题。你先在屋等会儿。走走走走。小初，小初，总裁来了。您好，屋里先坐会儿啊。好，我跟老爷子说一声。哎，好，好的。行，先在我屋待会儿。我有个朋友是个总裁，想请您给看个病。这个看病嘛，还得先亮个总裁的身份，什么习气？对对，总裁也是一种职业嘛，就跟那个卖车票的李素丽、秋管道那个徐虎，都是劳动人民。爸，您现在有时间吗？病人已经来了。你净干这先斩后奏的事儿，你把人都领来了，还问我有时间没有？哼！你岳父啊，已经好久不给人看病了，你别往家里领这些杂七杂八的人。这闲着也是闲着，看看病，也是为人民服务嘛。看病就是看病，我们不义诊。那是我小学同学，
总不能跟同学张嘴要钱吧？如果那样的话，我那些同学非把我骂死不可。你的同学呀、啊、太多了，今儿一个明儿一个的，你岳父又不是校医。治病救人，积阴德的事儿，天底下多少人都念您的好啊。你快别提这积德的事儿，你爸积那点德呀都叫人散完了。老爷子也是人，热心肠是应该有，可我们也得吃饭穿衣，不是？你看这个家呀，这个家可是几辈人凭本事挣来的，怎么能张嘴就白干？那是我们老板，人已经来了。哎，行了，你让他来吧。哎，那我去了。那我去了啊。让他们也见识见识，这慈禧太后用过的物件。别小瞧了我们。来，爸，这就是我们总裁。您好。来，坐。啊，坐坐。您帮我瞧瞧。喂，喂，啊，总裁，哎，总裁电话，啊，那个，我接个电话。喂，哎，我就是，啊，啊，什么？唐山那笔款子汇不过来？哎，为什么？喂，我们是有合同的，是的，合同一年之内有效啊。又不是我不管他什么理由，都得按合同办事，不然要合同干什么？知道，啊，咱们院周围啊。都是高楼，国营单位把电波，国营单位更得按照国家法律办事了。对，三角债。哎哎哎，喂，你跟他说，我们爱莫能助。如果他不按时把款子打过来，这笔生意就算吹了。嗓门跟唱黑头似的。你跟他说，我这不是慈善机关。好好好，就这样。你这个病不用吃药了，哎，那好歹您给开点药，嗯，比如说那个十全大补汤什么的。就是，御医学问浅薄，赶紧带他到大医院去。哎，大医院人太多，我们总裁不爱去大医院，不是他特认中医。知道吧？要知道您说您是御医的传人，特信服您，这慕名而来。老爷子，您给开点药吧。您怎么着也得给我说出个一二三来，不是？嗯。你回去。准备后事吧。这老先生还真幽默啊。要不您给开点那个六味地黄丸之类的药就行。不要费那个事，你的死期当在七日后夜间两点，
这是定数。我，不是，这死也没什么。哎呀，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嘛。哈，这个，不过，让老先生这么准时准点这么一说，这是不是有点太神秘了？这也太残酷了吧，是吧？这个但凡什么事儿，只要一做过了头，这本来是真的，让人感觉也有点假了。哎，这气功本来是件好事儿，非得胡吹乱砍的，这是不是？你说把自己的牌子都给砸了，是不是？这怎么是吹呢？我们可是挂得起御医牌子的人家，老太爷是六品御医，当年和萧石、孔汪四大名医。那是齐名的，我们老爷子本人也是研究员，那诊脉看病，丁是丁，卯是卯的，怎么说我们是吹呢？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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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咱这样吧，老爷子，七天以后，要是我还在人世，我来接您，我请您东来顺，咱们吃锅子，怎么样？哦，对了。我先给您标上。你不用画圈儿，您来不了了。那不一定吧，老爷子。我出门就给您订桌子去啊。啊，不好意思。总裁，不能给您钱，你收下。绝对不行！你听我说，我就让你收。我不收死人的钱。啊！我马上来，总裁。大伟，借我手机用一下行吗？老爷子屋里有电话，那怎么不用？我不愿意用老爷子屋里电话。来，谢谢。哎，慢走啊！哎。哎，大伟。哎。给你电话哦，打好了。打好了。我知你给谁打。知道什么呢？哎，那边有动静吗？哪头啊？瞎说。跟我还藏着躲着，真有你的。哎，大伟，你们那总裁说什么了？差点没背过去，撞得跟熊似的，说他要死。你这是。哎，王府饭店。舒服啊？没有，哦，我的鼻子对冷空气过敏。冷吧？没事。快喝点热茶。哎，谢谢。坐会儿就得走，还有事。什么事儿？领导找我谈话。你好像心情不好。没什么好不好的，人活着，心早死了。人说哀莫大于心死，
我是艾默，大于心不死。我的事儿已经解决三年了，我就这么苦苦的傻等、死等，掰着手指头，一天一天的算着的。这日子真不好过。你再等等，艳芳，再等等。彩兰她上星期因为下雪胳膊摔折了，吊着石膏，整天疼得哼哼。你说这时候我再跟她提出分手的话，等她的胳膊好点了，联盟，哎，怎么了？啊，你，联盟，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怎么了？我怀孕了。怀孕了？把孩子做掉，找张月去。他干嘛？他在卫生院，不找他找谁呀？我不，你还想不想回城了？啊？这五十里山路，到哪儿都半夜的，半夜也得走。我不去。好了好了，走吧。啊，好了好了，啊，走吧，走吧。来，把围巾戴上。
怎么了你？想什么呢？龚小沫要回来了，是带夫人一块儿回来。回来回来吧，碍你什么事儿？反正你们之间也没关系了。可我还住在龚家呀。这新人进门，我跟那媳妇儿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算你当的事儿。这有什么呀？当初是老爷子执意把你留下来住的嘛，也是为了帮他争一案呢。那也别扭。那怎么办？你搬出来住哪儿？是啊，我总不能住我弟弟那儿去啊。关键是我这边得快。我没有催你的意思，我就是心里特乱，发毛。莲芳，我觉得这种事儿你也没必要想的太多。好，谢谢你辛苦啊。客气。多谢。好，谢谢。哎，我帮那个熟人，你们等一等啊！啊，不是，嘿，嘿，你们俩跑这儿幽会来了，到底会挑地方的，快坦白，有什么猫腻儿？你乱讲！董家大少奶奶比插队时越发年轻了。是不是吃了鱼鱼的十全大补丸呢？得了吧你，瞧我脸上这褶，都快管上六爷的黄土地。哎，我告诉你们，过几天咱们插队知青要聚会，你们一定来，是由我发起的。地点在老三界餐馆，在老三界唱出革命友情，要比在这个茶馆更有激情。好了好了，你们一定来，我有事儿，我走了。再见啊，再见。怎么碰上他了？真是这么大的城市就没有一块属于咱们俩清静的地界。莲芳，龚小沫回来这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啊，我先走了，有事儿往我单位打电话。该四个月了，我看有五个多月了。
往里来啊，慢点啊。好，慢点，稍微斜一点，往西屋抬。对，西边。哎，这个慢点。好，慢点。哎，靠近里面行吗？对，靠墙。哎，慢点。看看这背面，这哪个好啊？你看从照片上看，咱小莫找的这洋媳妇儿叫啥？叫珍妮。啊，岁数可不小了。外国人，牛羊肉吃的多，火大，所以显老。你说，咱们这个洋媳妇儿，要能给咱们巩家生个孙子，那可就好了。行了行了，有一个孙女够了。哎，真要是生个孙子，我看也是那深眼睛高鼻子的二转子。我不管什么二转子还是混血儿，只要是咱们巩家的孙子那就行。哎呦，叔叔，你怎么把这玻璃抹得跟花瓜似的啊？哎，你懂吗？这是现代派绘画。哟，现代派好，真好。你站着，你躺着。这是后现代。猪猪，嗯，你杨妈什么时候到啊？可能待会儿吧。哦，怪不得呢，我爸这会儿在屋里又扎领带又喷香水了，大概是要去机场接外宾。那可不是吗？你爸不去接谁接？你爸是公家的伙计。嗯，所以啊，我结婚一定吸取我爸教训，不当上门女婿。我爸在你们家受气可受大了。得了吧你，就你爸那德行，吃饭吧唧嘴，睡觉打呼噜，走道晃肩膀，坐着哆嗦腿儿。甭提我奶奶，连我一百个也看不上。嘿，猪猪，好歹我是你姑父，有你这么被我编排老家的吗？啊，您是爱您，您看咱家里里外外没谁都成，没您可不成。那是哟，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哎，猪猪，一会儿那老外来了，你管不管他叫妈呀？他跟我叫妈还差不多，我凭什么管他叫妈？他又没生我。再说了，我管他叫妈，把我亲妈往哪摆啊？对，不叫丫。哎爸，嗯，猪猪妈也挺惨的。你小子净他妈多嘴。爸，您受气归受气，可千万别离婚，要不我比猪猪还惨。放心，儿子，我爱你妈爱的死气活来，昏天黑地吹不了。啊，干活去吧。哎，我去接你张舅妈去。哎，哎，爸，您慢点开。放心吧，没喝酒。到家了。你老别动了啊！哦，这就是我们又不是外人啊！哦，这就是珍妮·德里斯啊！珍妮，这就是爸爸啊！你好，哎，哎，爸，爸，哎，哎，哎，快点啊，一会儿咱们就开饭。
传到门前。啊，谢亚诺，这个起脚慢了，角球。下半场比赛国安队两个边路打活了，所以就形成了多次传中的机会。如果怎么了，猪猪？猪猪，怎么不去看你爸爸呀？你不想过去？他走了三年了，从大老远的美国回来，你可别赌气啊。这是妈，这是珍妮。啊，坐吧。哎，坐吧，坐吧。哥，来，来洗脸吧。对，哎，有点热乎了。洗脸？啊，这是中国的习惯吗？老北京风沙大，进门回来不洗脸啊，那就是一脸灰。所以啊，都得洗脸。对，远道来的客人也得请洗脸，是吧？对对对，这叫洗尘。现在呢，北京还是一脸灰吗？哥啊，你别强迫人家，这洗脸呀、只是个习惯，不洗也行。好，那我不洗。行行，不洗就不洗吧。行行，不洗不洗啊。坐吧坐吧坐吧。随缘就好。哎，长这么高啊？哎，啊，是吗？哎，是吗？哎，你别坐这儿啊，这把太师椅不是咱晚辈坐的，老今儿在的时候啊，咱们只能坐旁边的椅子。对不起，我不知道。嗨，没那么多老理儿了，你在家里别把人弄得怪拘束的啊，来坐坐。我们巩家呀是世家，规矩多，慢慢的你就习惯了。我回居的，我现在最不想见的就是我爸。我爸娶了别的女人，不要我了。我以后还是要跟妈过。妈妈，明天也嫁给别的男人了吗？你不会，我知道你。你知道什么呀，傻丫头？啊，你真要嫁人？好，谢谢。这给妈。嗯，这是。谢谢，哎，这给小妹，对，谢谢，这给大伟，大伟，哎，谢谢，这个，来来，哎呦，谢谢舅，哎，猪猪呢？猪猪，进来，阿姨，楠楠，猪猪，嗯，姥姥叫我来找你，说你准在这儿，老太太太精，福尔摩斯似的，猪猪。不能这么讲话，姥姥也是，名疾过察则多疑，活得也够累的。我不去。周总，北屋的饭都摆开了，今儿大伙在一块儿吃，还有过年的柴巴鸭子呢。我妈把我从学校叫回来，就是为了吃这柴巴鸭子。嗯，不吃白不吃。走。我不去，不喜欢吃鸭子，我要跟我妈在这吃羊炖萝卜。去吧。嗯，是挺香的啊。妈给你盛一碗。行吧，嗯，多吃点肉。快过去吧，要不奶奶又急了啊。嗯，行了吧，拿两个烧饼过去。哎，我来。好啊。嗯，那走了，阿姨。嗯，阿姨再见。鱼莲坊，张玉，真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是来参加学术报告会的。是吗？嗯。哦，还那样，没变。老了。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我女儿都快上高中了，真快。你呢？哦，我俩儿子，老大都十七了。那个孩子要是还在的话，今天。
今年都二十了。那天晚上的事儿，不知怎么着，我到现在也忘不掉。真难为你了，谢谢你。小莫带媳妇回来了啊，好啊。今天咱们公家团圆了，子孙满堂。哎，这是祖宗的造化。咱们公家从明朝永乐年起世代为宜，深究以理，细心参悟，为百姓脱灾解难，为君王却病除忧，天下以国为本，国以家为本，行医做人，居士以礼，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怎么还要平天下呢？难道中国还有打仗吗？不管世事怎么变，世事天下太平，公家做人修齐治平，彼此相继相成，交相辉映，勤俭谨慎，爱国爱家。Understand 吧。来来来，咱们给小莫跟他媳妇儿接风洗尘。来，我先干了这杯啊。哎，爸，您慢点。是不是又要洗脸？这是吃饭喝酒的意思。来来，哎对，哎呦，交杯酒啊。明明吃饭垂片要说席城，到席城的时候不能说吃饭吗？来来来，你吃点这个尝。嗯，挺好吃。来，经理，这是什么菜？蚂蚁上树春不老，就是肉末炒芹菜。嗯，吃吧，这真好吃。哎，哎，猪猪，来吃菜，来吃吧。猪猪啊，嗯，给你妈妈敬杯酒啊。妈。爷爷，您说的是哪妈呀？就叫阿姨吧。你不用叫我阿姨，你叫 Jenny 就行。那我叫你 Jenny 阿姨吧。奶奶，不要没礼貌。这小辈儿，哪有对老家直呼其名的？这真是太没礼貌了。就您尝这鱼。嗯，好好。来，吃这个来。猪猪，你吃什么呢？又腥又膻的，就喜欢那个。猪猪，你这是何苦嘛？他这是故意气我呢，都是南屋的教的，让他妈都把孩子惯坏了。您甭生气，妈，我们住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一座沙漠城市，可是让美国人建设的漂亮极了啊！那座大赌城什么都有，各种娱乐齐全极了。就说那一年一度的服装节，哎舅，你们结婚是不是也跟那电影里一样，穿着大白裙子进教堂啊？我们都不是基督徒，不讲那过程。那你们总该去婚姻登记了吧？没有，我们觉得彼此合适就搬到一块住了。啊，那你们这是苟合，文明说法是非法同居。夫妻之约言可不慎呐，美利坚纵然新潮，也有法律管束。你们过去没有办手续，那就不算数了啊。到了中国了，就按照中国的法度去办。爸，我们在美国已经同居两年了，怎么到您这儿就不算数了呢？不正而合。未有久不离者，你已经有过一次教训了。那个举成功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什么举成功？是你爸爸。哦，对不起。不管我们在美国怎么样，在中国一切从头开始，
怎么从头开始？从表演恋爱开始。那有意思极了，我太宠你了。真阿姨，您吃这个，这好吃。爸，今天就算了吧。明天让我哥他们到办事处再去办一个登记手续。那星期六，大礼拜。那星期一，这登记手续啊，早一天晚一天都一样。哎，爸，就那么回事，何必那么认真呢？走个形式。哎，别吧唧嘴了。这呀，不是认真不认真的事。这巩家还有小一辈呢，朱朱和楠楠都是不小的孩子了，你们做长辈的，所以事事要示以风范，这才叫正家之道。喂，走，来点，走，总裁啊，最近感觉怎么样？我没什么不好的感觉，对，很好。我跟你说，东来顺这房间都订满了。你跟老爷子说咱们改在王府饭店，对，吃满汉全席怎么样？啊，你等会儿啊，我问问。爸，吃不吃满汉全席？你告诉他，甭费那精神。总裁，您看着办吧。哎，星期六晚上6点半。哎，哎，再见。哎，你的这总裁啊，关键的时候添乱。不找人行，人家不知咱们家正干什么呢。这顿饭他吃不上。猪猪，你好，你是玉恋房对吧？你是？我叫你。对不起，你那个门开着，我就随便进来看演出。你不反对吧？没关系，你看吧。好，谢谢。这些事都是你的，是吗？是的。那你也是中医？对。你看吧。好，谢谢。圣诞节怎么说啊？英文怎么说？Christmas。Christmas。不是 Christmas， Christmas。Christmas。Christmas。啊，那我的名字怎么说呢？其实你的名字好听，是 Pearl。Pearl。Pearl， 对，珠珠的意思，是一种珍贵的东西。好，放前面。哎呀，这个。哎呀。高一点。好。哎。对，就这么放。要不要再挂一点铃铛 ？OK， 给您。稍等。好。珍妮，哎，你好。哎，你好。哎，我们公司啊开发个新项目，准备办一个手机电池厂，这可来钱儿。有什么想法没有？我可能不太懂这件事儿。投点资，哎，当股东嘛。我就是对你这个公司没有兴趣。这是好事儿。对不起你，抱歉，我就是不感兴趣。行，没事。I'm sorry。Hi. Hi. Welcome home. Hi. 楠楠。
姥姥，我是看他们怎么喘气儿。真不像话。妈，那我也没办法，他跟中国人就是不一样。美国人的感情表达方式，他比较坦率。要爱呀、啊，你就到那没人的地方爱去，你别在这大庭广众之中做这种有碍观瞻的事情。妈，这怎么叫有碍观瞻呢？那谁家谈恋爱还不亲嘴儿？哎，你们去登记了没有？啊，爸，那去过了。办事处的人说呀、啊，这个涉外婚姻要美方开具珍妮的独身证明，已经打电话去催办了。这就对了，婚姻大事就应该这么一丝不苟。人家办事处想得周到，你记住啊，没登记不能合房啊，让人街坊四邻笑话。御林房，龚小沫，进。请进。嗨，嗨，你好，你好。你在看历史吗？我在看光绪34年的议案。真的？你知道我最近研究的主题就是光绪死的原因。我能看一下吗？可以。你知道这个对我是特别珍贵的。你认为光绪是怎么死的？谢谢。好多学中国历史的老外学生，尤其是研究生，都认为他是毒死的。我觉得毒死他的很可能是刺袭，否则怎么会这么巧差一天两个人都死了？而且那个刺袭不是说了我不能先而死吗？然后两个人都死了。以慈禧的权势，完全可以驾驭那病歪歪的皇帝，又何须毒害啊？嗯，有可能。我能抄一抄吗？对不起，你还是去问老爷子吧，我做不了这主。莲宝，大伟，进来。莲宝，嗯，哎，你快给我们总裁看看去吧。怎么了？是不是真的要死了？死个屁呀！活得比谁都好，是喝多了。哎，喝了7瓶啤酒，半瓶洋酒，外加2玻璃白酒过头。哎，这会儿正折腾呢，没看那样呢，吐也吐不出来，撒尿撒不下去，脸呢憋得煞白煞白的，让人看得害怕。你快给看看去吧，啊！你还是去请老爷子呀。老爷子能去吗？哎，送我求你了啊！我也去。你去干嘛？我还没看一个中医诊病。让他去吧。大伟拿包。我来。走走走。怎么了？说死就让死吗？不死。就不死。我大伟，大伟，快叫龚大夫，救我，救我！哎呀，救命恩人，这是于大夫，可来了。
快来帮我们看看吧。求求您，救救我，救！别说话。不要紧的，我去抓药了啊。撒尿！哎，好了，行，太棒了！行，你真棒，我很佩服你了。于大夫，谢谢您的救命之恩，千万注意别着凉。另外，多喝点稀粥，好好的调养调养。好，行。来，我们走吧。慢走啊。没问题，不用。他这么一出汗就好了呢？饮酒过度伤脾胃，伤身乱性，所以得发汗利小便。让酒池上下分解。不过这法子也是不得已才用的，毁人元气。那你这些草是哪儿买的？北京最有名的同仁堂。草？那是中药，中国的药。哎，我来叫叫你坐啊！啊，下次咱们下次机会啊！哎，青春，你听一下去吧。听着，我下车一分钟好了。好好好。来，我来介绍一下啊。哎，这个是我车队的。你好，你好，你好，祝贺你们。谢谢，谢谢。怎么样，在中国习惯吗？还可以吧，有一个好导演。
赶紧吃饭了。我先跟他走，你忙走吧，再见。怎么样？你吃过了吗？吃饭了。哎，你看看那样了，甩他们什么脸子？买东西吗？逛逛去。回家吧。你拿车撒什么气呀？宫小沫也没在车上。你不知道，那小子跟他妹妹俩品性，跟他妈一德行，从骨子里就看不起我，你跟他离了好。要不跟他过一辈子也窝心。就是可惜了珍妮啊，那傻大姐儿，他哪知道宫小沫呀？那小子阴着呢。你瞎操那么多心干嘛？还是劝劝你的总裁朋友，赶快把酒戒了，叫他都喝成什么样了。哎，你信不信他会死啊？现在没看出什么来。难说，生死这种事儿都是有定数的。宫老爷子这把年纪了，什么没见过？人早晚都得死，所以活着的时候还是潇洒点好。哼，说是这么说呀，可那死临到谁头上，谁也怕。你看我们总裁，像那样。都给他开了哪几味药？我开的是醒酒汤、葛花、砂仁。应该加上黄连厚朴才是啊。这酒啊，是君子也是小人。君子者，行气和血，壮精神；小人者，大热有毒，能助火。以黄连降其火，以厚朴去其湿，啊，这比单用醒酒汤还要好。我知道了，宫老，珍妮她要抄医案。但不可，这套医案的医学价值、历史价值、文学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现实那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他们在敦煌窃走了多少文化遗产啊？那是掠夺。这套医案也是一样，怎么能轻易地交给外人？珍妮是孔家的儿媳妇儿，怎么能说是外人？他再是儿媳妇，他也是美国人，他的蓝眼睛、黄头发没变。他的研究成果、发表的学术论文，当属美国而非华夏。不过这个医案，他可以看，但是不能抄，更不能影印。保管呐，这个就交给你了。你老放心吧。Thank you.
哪儿来的这是？你自个儿做的事儿，你问谁呢？喂，联访吗？我需要立刻见你，有急事儿。我在老地方等你啊，赶紧。好，好，我知道了。就这样。联访，张悦给你来电话了，他说有急事要见我。张悦要提拔到卫生局当副局长，我们人事局已经通过了。现在还没有下文，在这个时候，其实也没有人知道你跟小莫离婚的真正原因。现在是张悦最关键的时候，你可不能害他。我知道，好自为之吧。张悦，这么冷，你怎么不进去啊？联访，坐那边吧。你好，谢谢。你怎么把电话打到公家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和彩兰吵架了？岂止是吵架，大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两个儿子，两只虎，齐齐的向着他们的妈，合着伙的跟我干。他们还说要到公家去收拾你呢。我们的事儿，彩兰她知道了。不知道谁。写了封匿名信，把咱俩的事儿都跟他说了。现在人事局、卫生局，还有医院领导都知道了。就连咱们俩前两天在这儿见面的事儿都没落下。联访，这事儿反正已经到这一步了。无论如何，你什么都别承认。眼下谁也没抓到什么证据，不是？你急着找我，就是要谈这些。你千万别多心呐，我不过是权宜之计，没别的意思。等过了这关键阶段，我会拿出点颜色给他们看看的。不过现在，我不想跟他们摊牌。真的，你千万别多心。我走了。哦，对了，最近两三个月，咱们俩之间不要有任何联系，好吗？走了啊。Thank you.
不要脸的，你看你干什么呀？站住！好好管管你妈。你看看那个，啊，我告诉你，你小心点。我好知道他在哪儿。你给我配你！干什么？干什么？没完了，行不行？走，拉手去。跑他们这儿闹来，这他妈是你闹的地儿吗？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刚才听到了两个小伙子吵吗？你为什么不站出来？你的男子汉的风度呢？这就是你的孩子，你伤害了他。你的父亲这么爱你，你让他为了你而难过。这就是中国人的面子吗？哼，你知道什么叫面子呀？猪猪，猪猪，来呀！猪猪怎么了？这东西怎么在你这儿？是两个小子送来，拽给猪猪。现在才知道我爸为什么要跟你打离婚，对不起我们。从今往后，我再不管你叫妈。猪猪，没那么严重。我知道，两小子话有多难听，这样污秽不堪的信来给我看。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报复呗！你该恨的是写这封信的人，不是那两个小子。我谁都恨，全世界没有一个好东西。猪猪，猪猪，等你长大以后，妈会跟你讲清楚的。讲清楚我也不听。你干嘛要这样？天要塌下来似的。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很正常，谁知道将来在你身上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永远不会。楠楠，你不是要考托福吗？去复习英文去。猪猪，听姑姑的话，去复习功课，啊！我们不能草草结婚。我这件事情还得想一想。你们中国人不是有一个 expression 吗？夫妻之约，言可不善。你这句话太 accurate 了。还有一个吗？ When people serve your purpose, they're your 最好的朋友。And then as soon as they don't, 那就算了吧， right? 这句话够我研究的了。你听，我跟他怎么吵个没完啊！要不然我出去劝劝。行行行了，早知有这么一天，你的哥哥跟谁也成不了。我要回美国了，我可能后天就走。为什么 ？Because I'm through with you， 我已经对你没兴趣了。刚回来两天，你就没兴趣了，变得这么快，你是不是太轻率了 ？It only took a few days for you to 表演的那么充分。中国特定的环境给你这个特定的机会，我在美国100年也扛不到。我怎么表演了？啊？我不过是把事情向人们说清楚。哦，受害者连反击的权利都没有吗？
难道你不能光明正大吗？ Instead, you have to sneak around, lie, and hide, and send an anonymous note like a rat. So manly. 这叫什么男人？你这叫少见多怪。我告诉你，在中国选拔人才就是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不怎么能做到德才兼备呢？我回美国，我也不回 Las Vegas， 我回我父母的家。你不要去找我了。你这叫不负责任。 What? You give that some thought, okay? 我要走，我明天就回美国。我知道那封信是谁写的。我不能理解宫乔默，一谈男女之情就想起来不干净的事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干涉别人的爱情。 我不但不能理解，而且不能原谅他，所以，我过来代替他说 ，sorry， 抱歉。没什么，真的没什么。谢谢。都是你那封信闹的，好端端一个家，鸡飞狗跳墙的。 丢人现眼！我就知道是你做的，别人呢，不会想出这主意来。你呀，你这事儿做的也太过分了。你说他都跟你离婚了，你有这必要吗？你由内外扬，也应该见多识广。你怎么就没一点须眉之气？ 自作自受，我真蠢，我干嘛带珍妮回来探亲呢？大伟，大伟，这等着您呢，于大夫在家呢，在住哪屋？南屋。哦，联防，联防，大伟啊，进来。联防，总裁来看你来了。哎，哎，Hello，你好。哦，你好，于大夫。 多谢于大夫救命之恩，小意思，请笑纳，请笑纳啊！大伟，你看这，小莫，嗯，今儿星期几呀？星期六。你爸爸说，他活不过明天早晨。啊，也就是今天夜里的事儿了。于大夫。 那天多亏您了，要不我真应了老爷子的预言了。你们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大伟，哎，把你们总裁请过来，让老爷子再给把把脉。来了，怎么了？他不是已经好了吗？老爷子还要诊病吗？老爷子这是绷不住了，绷不住了。不过没关系，他要收回他的预言呢，我还算他赢。 满汉全席，我赵请不误，大家都去，都去啊！我去不了，我明天要回国，没法知道你还活着还是死了。哦，你明天几点的飞机啊？早上11点。老爷子说我是今天夜里死。对。我不管是死是活，明天早上我一定给你个消息。你看怎么样？OK。我真的没有伤到一个中医会晕死人的上司，跟一个天气预报一样。哎。 这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啊，就是，走走过去看看，走走走，来，走，哎，来，来来来来，啊，您好，哎，哎呦，老爷子，哎呀，不好意思又来麻烦您啊，坐坐坐，哎好，您再给我看看。 你今天晚上
最好住到医院去，以备万一。老爷子，我听您的，今儿晚上我就找家医院住进去啊。哦，对了，各位别忘了，明天咱们王府饭店满汉全席啊，你也去啊。他真的会死吗？喂，是啊，你是谁啊？张月。哦，那你等一会儿啊。于连坊，电话。那我先回武力去了。哎，好吧。喂。我才不在乎那个什么狗屁副局长的位置呢，连坊，我想了，你对我才是最重要的。我已经跟彩兰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往后的日子恐怕要闹得天翻地覆了。我看大可不必了吧？怎么能大可不必呢？连坊，你可不能把我涮了呀！咱们俩明天还在老地方见，好吗？那条路我已经不记得怎么走了。连坊，你连坊怎么了？笑什么？张月来电话了。是啊。告诉你，张月提拔的事儿啊，吹了。我说呢。那封匿名信起了作用，写信的人可真够损的。唉，有些事想开了也没什么。真是。这是什么呢？这叫柿子。柿子。嗯。好吃吗？呀，好吃。是北京的吗？应该是吧。美国有没有？我没吃过，好像没有。这个冻一冻特别好吃。对，像冰淇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嗯。你们中国人说的面子大概是什么意思？面子啊。嗯。是做给别人看的。我明白了。谢谢你啊，没事儿。希望你以后再到中国来。谢谢你啊，哪个时候，你的预言很有可能会有一个结论。哦，我真的没有想到，中医会如此人的生死。对，你先试一试。哎，你也写这个？当然，请问是我写的。啊，那你等，请等一会儿。这老年人穿着特别。大伟，电话。你这，哎，这个叫什么？我不知道。这叫木了。哎呀，木了吧？哎，木了也是。哎，对。可能是从。啊。哎。哎。非常好。爸。嗯。我们总裁，昨天夜里两点，心肌梗塞。死了，让我当治丧委员会委员。爸，我先去了啊。
有生理吗？从医理上说，心对五行的火。那天我看他来的时候，哎呀，行为夸张，风风火火，实为心气盛而神有余。我看他的颜色，他脸色虽赤，然上额的发际间发黑，下至鼻梁，一直延伸到左右两拳。像这样的心病患者，他当死在与肾相对应的壬癸日，时辰在丑时，这是夜里的1点到3点。其实这种病人，只要是细心调养，稍安勿躁，再加上以黄连泻心汤和后破猛攻是可以见效的。可惜的是，他来的那一天已经是人在心死了，我无力回天呢。又是黄连后破，该走了啊。哎，爸，我来。连坊，珍妮，快点啊。往前面来。哎，好，来来来来，哎，慢点，来往来往来，很好。你爱你的妈妈，她是一个好母亲。如果你是我妈妈，我也会爱你的。Bye, sweetie。是，麻烦你。哦，我找一下于连坊。于连坊。哦，哦，那我给你叫他去。啊，哎。医案我给您整理好了，我走了。